如果冇遇经理，如果冇遇经理嗰个。我是滴答，没有错，今天都没有请到两位好朋友一起来跟我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滴答是香港人，虽然是会讲广东话的马来西亚人。羞羞啊，羞羞，羞羞啊，我把你羞羞啊，我都自己学嘅。得喎，条。我在学嘛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学员的过程难免会有一些的这个挫折卡关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不用怕讲错，就是讲，哇，讲就对。鸡汤啊，就要勉励一下这些还在学习外语的朋友们。的确，学员讲不要怕，嗯，啊，像我学英文。开始的意思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刚有看到星星这样。学会广东话之后呢，我就有时候呢在翻译一些歌词的时候，我觉得相当有趣。就是在唱一些华语歌曲的时候啊，他们直接翻成广东话，就听起来也有一番风味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你要把中文歌翻成广东话。哎，对了，那所以待会我们的游戏进行很简单，就是我会出一个题目，就是念华语的一些歌词，然后让他们两位呢来抢答，抢答吗？哎，抢猫，抢猫。这我们是计分方式吗？一方面是考我自己的翻译能力，一方面是考两位的听力能力。我们不要多说，来。我代表香港队赢噶，我代表马来西亚，我抢啦！第一首《炊烟升飞》，唔好唤醒，遮油气，唔得，田正。我来，泰文歌你都识噶咩？而家你咁你都抢到嘅。哇，练两句你们都听懂啦，就听懂啦。你再念一次，刚你们弄乱我了，弄乱我。好，下一句啊，咁认真。三更半夜都仲系呢度。我得，我得。好，你知啊？三更半夜，佢。三更半夜。首歌。我想听一些东西啊。魂不过声，满系伤痕，旧人。满是伤痕。系啊系啊，旧人情乱。你要不要先放回来？你这边拿的不假。胃恨唔系人，唔系人喎。冷气嗰个事，都快乐。手牵住手，提醒。佢好似话佢紧士多买嘢。转眼间，我哋佢变得如此闷声。天黑请闭眼。天黑请闭眼。唱歌，做老豆家的，天黑请闭眼。哎呀，有意思，我广东话还是不错的。我听得出一些词啊，满是伤痕，这游戏。我话俾你听，系天黑请闭眼，陈零九嗰首天黑请闭眼。你错啦，系陈零九同埋秋王。今日呢？你哋广东话要咁把嚟啊？香港人都听得明啊，天黑请闭眼，代表我好好啊，天黑请闭眼，佢嘅魂，加油啊，所有，系啊，第一首，第二首，二首啊，如果冇遇经理，如果冇遇经理嗰个，我只在乎你，你刚刚不是说如果没有月经来吗？对呀，我只在乎你，第一句就是这样。没有月经来，我的棉条在哪里？如果用得靠得住，你的血就不会漏。如果没有月经来，就要去买验孕棒。哦，对，这样有点歪掉。正确的观念，月子中心的主题曲。第三首，好嘞。呢个风风雨雨嘅社会，要点完开花细路。点完路地，我哋系为借爱情嚟弄了人。好好彩，佢有三个字系唔识讲，讲咗台语。弄了人，拆字单，拆字单，茄子蛋，弄了人。啊，马仔啊，马仔。如果风风雨雨没有恨。浪流年，浪流年啊！呢个风风雨雨嘅社会，社会啊，要点样？我点样开花？
第四题几耐我都冇变，爱你这位是整整六年，你最好龙花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仍然一样都好似冇变，冇嘢变，仲系好精。落雨天 ，Oh my God！ 仲系唔爱认错，脾气系硬了啲。周日轩，阿铁青，还是下雨天？啊，系哦。那我来了。Without you，啊，呢个就系执事计啦。系啦，执事计嘅。执事计啊，硬啊，应该硬啊，好硬，硬啲，脾气仲系好硬。呢个系副歌嘅地方。系副歌好，副歌够快。会唔会是副歌啊？会唔会有一天时间渐歇，可以rewind？去到系嘛？翻到你嘅我嘅。会唔去嘅悠悠嘅水妹咩啊？水妹系咩啊？悠悠嘅水妹系咪拥抱啊？唔系，或者会有一天世界渐黑，有终点，终点 disco 都要同你聚起回忆，亮啲亮嘅。看你在咩啊？饮一杯，哎呀，饮一杯茄子蛋。我啱啱有个哦，再一次，讲歌名噶，歌名有啱啱歌名嘅地方。好，同你在饮一杯，饮一杯，言言依鼻，唔系多了一个字啊，依鼻，言鼻，干杯啊！哦。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唱啊！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停？呢个系我哋嘅毕业歌，仲未到嘅烟花季，仲未用嘅 camera， 倒数系。哎，听得明啊？还没到啦，烟花季，烟花没到的樱花季，樱花。怪啦，系樱花怪，哇樱花怪，哎，樱花奇，好难啊，耶，满分俾我嘅爱人嚟一，哎，冇呢度，哦，咩啊，冇呢度，新歌嚟，超级 bitch， 依我听见落雨嘅声，想起你，听见落雨嘅声音。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来啦！我听见下雨的声音。想念几个世纪，世纪都是世纪，才系刻骨铭心。如果论味道，如果论为味道，粗口出埋嚟噶。冰河时期，多少？不力报警处理哦，来，想见你，哎，冰河时期那个太那个关键字啊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美丽过去，我只想见你，穿回了前个吻过，时间轻你，时间轻你，人系你相依，用晒咗，用晒咗，得喎。如果你嘅呢个讲话太好嘅话，真系唔得系咪？即系我换还呢个游戏，因为越好越听唔明。你知道的字太多了，是啊，我就想问你经历，你要想象离去花去发挥是啊，我那些半桶水广东话，想象力好一点嘛，是啊，
听不明白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片啦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给我 like 啊不要忘记去他们的频道啊，频道看看其他片啦，我冇忘记咧 follow 我哋嘅 IG 啦，咁我哋就下次见咯，冇错，拜拜。